是伫台中的消息，台中一个一岁半的查甫囡仔，敢若是算无开十开死亡。要不警方一个调查，这个小姐姓甚物小姐呢？受托这个查甫囡仔，案发来时呢，伊有出去外口，交伊的囡仔来照顾。也不过这个查甫囡仔呢，被发现的是伫三度内底，因为有去吞掉一挂银角啊，以及一挂呢佚佗物啊，现场已经无开啊，送去病院急救嘛无效。医护人员咧抢救的时候，发现讲，这个查甫囡仔身躯有新的甲旧的伤痕，有可能被虐待。被苦读的警方已经报请送检，社会局调查讲，这个小姐呢根本就是无牌年母。门禁真严的社区大楼，气氛怪怪，因为只有一个一岁半的查甫婴，敢若发生十开。两部救护车停在那里，我觉得说、这个有问题哦。查甫婴送去病院了后，嘛是不幸过身，意外就发生伫咧昨暝八点外，警察就来调查查甫婴断气的原因。初步了解为幼儿不明原因吞咽异物。警察调查查甫婴妈妈24岁翁太太和翁婿离婚，因为半暝啊伫咧做服务业，今年三月。伊就甲查甫婴交予姓甚的林母带离4.5，大概过20万块。姓甚的林母带四个幼囡仔，当时伊出国，就予家己的三个囡仔斗相共照顾查甫婴。不过查甫婴伫咧三度内底，被发现时濒危患病，脑头一颗含七头米啊。医护伫咧急救时，佫发现伊的脚趾片含额头有真侪伤痕。这个真的是损失，重大损失啊！有很多那个家庭中都是为报仇婴啊。社会局调查这个姓甚的林母，若无把囡仔顾好势，嘛无林母的技巧。经查，沈姓女子没有保姆登记证，违法收托，本案已由司法介入调查。姓甚的林母讲，查甫因身躯顶的伤痕是伊家己受击跌倒着伤，无心情有家苦到零地。不过警察已经报请司法鉴尸，会调查死因到底是意外，或者是人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闻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